标题网曝陈佩斯朱时茂回归央视春晚知情人。节目单没定搜狐娱乐讯，距离春晚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关于央视春晚的消息不时传来，1月6日有消息称春晚的最终节目单已经出炉，其中赵本山再次缺席，曾是黄金搭档的陈佩斯朱时茂将回归春晚。有媒体向知情人求证，对方表示完整的节目单还未确定，但陈佩斯和朱时茂可能真的参与了彩排网曝节目名单。从目前网曝的节目名单里来看，开场曲《欢天喜地中国年》由圈中几对年轻的夫妻共同献唱，包括了近日刚刚修成正果的冯绍峰和赵丽颖，以及唐嫣与罗晋，也包括了张杰与谢娜、霍建华与林心如等夫妻档。这个组合看起来不像真的，一位业内人士对有关媒体称。且不论两对新晋夫妻一直有怀孕的消息，传出这几组艺人是否能凑齐是个问题。除此之外，陈佩斯与朱时茂这对曾经的春晚黄金搭档也出现在了这份名单中。两人合作的《吃面条》曾是当年最具代表的小品之一，但2000年以后陈佩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再出现于春晚的舞台上。此次据说二人将合作出演小品《珠联璧合》，有媒体从知情人处了解到，的确听说陈佩斯和朱时茂出现在了排练现场。